大家好，今日想考下大家，片头呢五个片段，边一个系用咗手机稳定器，而边一个系徒手拎住个电话影嘅呢？就咁睇，大家睇唔睇得出啊？最近开始用 iPhone 12 Pro Max， 发现佢拍片真系非常稳定。手持拍摄睇起嚟好似用咗稳定器咁样，咁我就谂啦，以后旅行拍片系咪唔使再带稳定器呢？今日就同大家实测比较 iPhone 12 Pro Max 手持拍摄，同埋加埋 DJI OM 4手机稳定器，睇下画面有咩分别。DJI OM 4系入门级嘅手机稳定器，系我一路用开嘅。它的好处就是轻便可以接，可以直接摆落手袋。如果去旅行的时候拍日志是很方便的，它是很受欢迎的手机稳定器。用了它同埋直接拎住部 iPhone Pro Max 就咁影，到底有几大分别呢？我哋先睇咗平移画面先。无论有冇用稳定器，两边的画面都冇手震，质素几唔错。再睇埋上下移动啊！画面好好，分别不是很大，完全没有波浪形的动作。跟住比较埋步入式画面，现在是拎住 iPhone 拍的，基本上画面畅顺，不会觉得是行紧路的。这边是用了稳定器的，用了似乎个画面再稳定一点。跟住就是慢慢向前行，两边的画面都很畅顺，亦都冇明显行紧路上下颠簸嘅感觉。用咗稳定器嘅呢边，好似画面再畅顺一啲，但分别唔系好明显嘅。跟住睇埋行楼梯。行楼梯平时有好严重上下摇晃的感觉，但是而家就咁睇，两边都比较畅顺，似乎是手持拍摄望落去仲稳啲添。暂时睇落，不论是平移、上下、行平路同埋行楼梯，似乎两边的分别都唔系好大。但是当你开始加速急步向前行的时候，画面的稳定性就开始有明显的分别了。用了稳定器的画面比较少上下颠簸，明显是顺一点和稳阵一点。这个分别在慢跑的时候最明显，不用稳定器那边的画面摇得很犀利，根本就不用得，用了稳定器那边的画面还是很畅顺的。我哋亦都试咗拍旅游日志常用嘅打横行嘅画面，用咗稳定器之后比较容易一路行一路对准个主体，所以个主体会喺画面中间，画面质素比较好。至于在没有脚架的情况就这么拎着影，两边都很稳定，完全见不到明显的手震。有时我们会在有前景的情况下做一些横移的画面，这里的测试发现两边都很稳定。至于常用的横移和 zoom in out 这些画面，就当然难不到他们啦。无论用不用稳定器，画面都很畅顺稳定，完全没有手震。整体来讲， iPhone 12 Pro Max 的录影稳定性可以说是非常卓越。垂直、水平移动这些简单画面的时候，和用了稳定器差不多。如果拎着它向前行，加上稳定器是好少少的，但分别不算很明显。如果你想录风景或者简单的旅游日志，你可以考虑不用稳定器都得。
但是拍快行、慢跑或者打横行这些画面的时候，用了稳定器就有很明显的优势了。如果你拍的是行山、跑步或者坐车这类的镜头，那你就需要回个稳定器了。这些都是我们作为入门级使用者的心得，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分享。未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，请支持订阅和 like 我们，等我们带你10分钟去旅行。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啦，拜拜。